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：所有的县城、据点、树林里的伏击，都是假的。我早就知道了。不过你们已经晚了，天早就黑了，已经万事俱备，你们必死无疑。 小鬼子不上当啊！啥呀？肯定是你没买好，你滚犊子！别吵了，要真这么好糊弄的话，咱也不会在武钢手上吃这么大亏。炸弹他们一定会拆掉，只是时间问题，关键是他们要用多久。 警戒，继续排雷，冲锋队跟我上。 兄弟，这样都往上冲，他妈的，这是不要命的主，怎么办？往死里跑！ 快点跑！
刚才通讯员来报，田团长那里的突袭也非常成功。 陈总，吴仁大佐再度来电，他说要您立即返回，不然的话，军法处置。返回，返回，返回！你这话要翻来覆去说多少遍？哎，陈总，这次让俺来，你说打谁？就打那个，通讯兵，就是被铁盒子那个。 竟然敢这样挑衅我！大哥，很好。进来干啥？跑！少佐，少佐息怒，吴仁大佐命令我们快速回防，这是担心你的安危啊！能有什么安危？他这不是在担心我，是在侮辱我。不就是个现场吗？ 主力部队返回现场防御，你带兵跟我接着追。今天不宰了这几个土八路，绝不回去。 兄弟，不行了。你们呢？哎，也就之前猛练过一阵，现在就是半条命了，再跑真跑死了。小军哥，前面就是黑风谷了。 咱们要不要过去喝口水歇会儿啊？走吧，先去黑风谷。啊，走啊！快走！快点！哎，终于找到你们了！所有人警戒，警戒，准备进攻。 认识我吗？白亚诺，白亚诺。
都想着你，很快我就要送你们兄弟三个在阴曹地府里团聚。 现在我得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所有的县城、据点、树林里的伏击都是假的。我早就知道了，不过你们已经晚了。天造计划已经万事俱备，你们必死无疑。 瞧瞧这个，看看熟不熟悉。就是你杀死我二哥的，没有太费力。 你对我还有印象吗？我要用我二哥的军刀来祭奠他的灵魂。谁说我要牺牲我自己的生命呢？我送给你一个惊喜。 咱们好好考虑考虑，看看谁能活得更长吧。
领着小日本来剿匪，这十里八乡的谁也没这能耐。那是，咱是谁呀？看看人这装备，别说是几个土匪，就是一窝，那一枪打过去也够他们好受。哎，那是。哎，队长，那到时候小日本不听咱指挥咋办呀？那怎么可能啊？咱是谁呀？小日本没脑子。是是，没脑子。这么多人吧，今天就让你们知道爷爷的厉害。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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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，打，上，上，快！兄弟，你可真是神了啊！哎，你咋知道他们今天会来偷袭啊？还有那个什么狗屁队长，他什么来路啊？平时都是小鬼子带着二狗子，今儿是咋了？怎么是二狗子领着小鬼子？哎，这我还是第一回见。行了，你别再说绕口令了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们是冲着我们来的。啥？他们认识你？今儿个小鬼子有点多呀，小鬼子的火力可比二狗子强多了，要不咱先避避风头。放心吧，怎么说他们都到了家门口了，咱们怎么着也要尽点地主之谊，怎么能撤呢？对不对啊，沙军哥？你越来越了解我了。成啊，反正我这抗日救国义勇军的旗子也扯了一阵子了，还没正儿八经的干过一桩大买卖，我出去了。二哥，今天就可惜了那大寨子了。溜子，别怕啊，一会儿猴哥给你弄把好枪。嗯，猴子哥，我不怕。嗯，行，有志气。怎么没人？说的八路军呢？他们在睡觉，睡觉，睡觉。上上。小心有埋伏。这小鬼子真是比二狗子强多了，他们怎么不上当呢？是啊，他们老堵着个门，就是不进来。咋办？没事，反正翻译台已经没用了，让他们先带走，等你瞧着再说。救我的美人啊！我们是来做八路军的，要救啊，你自己去。美人，我的
干宝贝儿啊！哎，宝贝儿，你看我来救你了！你个鬼儿子，你怎么才来啊你？你看，我带了多少鬼子？监护人呢？你们抓到了没有？我就看见你一个，他们去哪儿了你不知道？我哪知道我？刚才还在这儿呢。你得替我报仇。嘿，一定是看到老子来了，都他妈吓跑了。你个鬼儿子，给我解开啊！好，好，好，快点儿！兄弟，他们都在那儿磨叽半天了，那咱打还是不打呀？就是啊，少军哥，要是再不打，人就救走了。都别着急，这点小虾米算什么？大鱼还在后边。兄弟，小鬼子不钻套啊！不怕，现在咱们屁股后头放一枪，把他们往寨子里赶一赶，剩下的人听我的命令，然后再拉线。哎呀，美人，辛苦啊，美人。哎，你知道吗，美人，这帮蠢货没见过这么大的排场。对对对，早就屁滚尿流的逃跑了，就连赎金都不要了。队长，可是咱们会去哪儿呢？这还用问吗？啊，早就被咱们吓跑了。哦，哎呀，这个山直上直下，他们跑不了多远。给我走，走。这边啊，哎，这边啊，来。嘿，怎么样，我的手艺还不错吧？干的漂亮。咋就成了你的手艺了呢？这兄弟，这炸药是俺的，这寨子也是俺的，该怎么算这功劳也该算是我的吧。瞧你那小心眼的样，我逗你玩呢。哎，六子，你看看喜欢不喜欢。心里很难受，听我说，还有更多的兄弟，更多的人需要你去保护。调整好自己。出来！妈了个巴子！猴子，你要活的。
自己人！别开枪啊！自己人，中国人！出来了！别开枪！中国人啊！中国人！中国人啊！怎么还知道你自己是中国人？认识我吗？不认识。看这架势，三千大洋你是没带吧？好汉饶命！我这就回去给你取，我送过来，我给你送过来。没带钱也敢来？好汉饶命！这边，跟我说。小日本还挺器重的，你说我要剁你一根手指头，小日本会拿三千大洋来赎你吗？我这小日本哪器重我呀？我就是个看库房的，我在小鬼子面前就是个屁呀！等会儿，库房？看什么库房？库房里有什么东西？武器、弹药、棉衣、棉被。库房离这儿多远？不远，50里路。50里？我有车。那就走一趟。好，别杀我们！去哪儿啊？你说他妈去哪儿？库房啊！别！姓陈的，你这个叛徒！都给他，你别动！哎呀！快点！别动！老实点！老实点！告诉我，八路军游击队现在在哪儿？不，滚你娘个蛋！希望你坚持的久一点，给我更大的惊喜。胖子，还能扛得住吗？想让爷爷当汉奸，你不就是想知道八路在哪儿吗？我就不告诉你。你们中国人不是经常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吗？好好想想，跟皇军合作对你现在来说是一件好事。你很勇敢，但是也很愚蠢。继续打，打到他敢说为止。嘿，他怎么还在这儿？小组的意思是，陈掌柜已经履行了诺言。你想让我当个言而无信的小人吗？不敢。我们马上把他送到钱掌柜那里去。
起你的狗眼看看，不要以为你们把这块地儿占了，就可以在这儿杀人放火，就能吓倒我们中国人。爷爷，我还告诉你，早晚有一天，你们都得死在这儿。爷爷，我下辈子还要杀鬼子。少剑哥，你可得想好了，真的要这样做吗？我怀疑是要接应袭击我们的敌人，部队集合，向木门城门出发。好，等一下，那个死人怎么办？死了就没用了。将军，是下胖子。胖子没有死。小鲁，你还记得胖子心脏的位置吗？长日右边去了。猴子，胖子没有死，他的心脏长在右边了。团长，政委，少军哥，团长，哎，慢点，行吧，团长，多亏了少军哥的枪法，要不然谁也救不了他。谢谢少军哥，我啥时候能下地啊？着什么急啊？要没有我的命令，你就不许下地，听见没有？好好养伤。你就听田路的吧，好好养伤。啊！可是我老这么躺着，心里憋得慌。少军哥，我想回来跟你一起杀鬼子。哎呀，你就歇着吧。你看看你现在包得跟个粽子似的，能干啥？啊，先养好伤再说，是不是少军哥？踏踏实实养伤吧，咱的日子还长呢。我都听说了，大家为了救我，动用了那么多人去攻县城。我这心里，你呀，尽管放宽心吧。本来以为
这次行动以后，小鬼子会马上反扑。没想到他们那根筋搭住了啊，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。你说这么好的机会，你再不好好养伤，对得起小鬼子这片好心吗？是团长。长风，撤！现在连了个十号，嘿！少藤阁下，城外什么情况？县城外遭到八路的袭击。我一带人赶到城门，多少人？根据观察和枪声的频率，应该有很多人。这么说，他们果然出动了。少佐放心，县城外的土八路已经被我军火力所压制。非常好，藤堂君，一定要咬住土八路，我会立刻派兵增援。兔子哥哥，撤退的时候埋下地雷，无法通过，我们在扫雷。你是白痴啊！等你扫完雷，太阳都已经下山了。我们可以冲过去，冲过去。对，很好。你走，你走，看看有没有地雷。你走。没有。少佐，踩啊！干什么？包里是什么？打开！没什么。我不给！不给！快呀！你还跑！快走！
害死了他们，是我害死了他们。你现在说这有什么用？这什么东西？这是我做的炸弹。你还会做炸弹？啊，能讲吗？能，按这个按钮就行。这是你做的炸弹？为什么不讲？它是岩石的。还能岩石？啊！这威力可以啊！快赶上轰炸了，走！隊長、今日あなたは勲章を受けました。おめでとう。楽勝。100の中国人首を切っただけだ。そんなに？我らの中国人切りがないよ。100人を切った後、刀が鈍ってしまう。もったいないな。おお。失礼します。ウーさんの伝言より来ないんですが、今日の費用は全部彼で負担します。うん。失礼します。来なくていい。中国人がいないと俺たちもっと喜ぶよ。さあ、乾杯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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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行动了。吴敏还没出现呢。隔壁的服务员跟他们说，吴敏已经不回来了，但是隔壁这桌人。一个都不能走。隔壁说什么？领头的那几个说，他们砍下了100个中国人的首级，刚刚得到嘉奖。结账了。好的。你应该回到日本去。我要效忠天皇，等到我们国家胜利的那一天，欢迎下次光临。也许我们不会再来了。調べられないと。軍法承知。はい。他们说啥玩意儿？这不是日军的行动。不是。
漂亮的女人呢，瞧瞧这伤口，要是毁了容，可就太可惜了。说来这套，我是什么都不会说的。对，你说的没错，你什么都不用说，只要你在这儿，我要的人自然会来。你们找我来，到底是为什么？郑少君，你们找错人了。我之前是犯过错，但这次不会了。我要把他在乎的人全部带走。他的爱人、亲人还有家人，都要因为他而死。我要让他失去一切，然后让他哭着求我，我再把他弄死。你不要害怕，也不要怪我。在战争中，我们女人永远都是弱者。我这么做，也是逼不得已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简单来说吧，就是我爱的人想要杀死你爱的人，而你是这场复仇中最大的弱点。如果你对他，是叫郑少君吧，真的有信心，你就应该好好的活下去。如果你也死了，他就一点机会都没有。当然，选择权在你。对皇军一向鼎力支持，你可能误会了吧？您就别装了。我跟您的儿子可是老相识了。这件事，五人大佐知道吗？我大哥知不知道不重要，这是我跟你儿子之间的事情。更何况，如果我大哥知道你的身份，你现在应该躺在棺材里。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了。我不会杀你的。至少在你儿子来之前，我不会，因为他杀了我二哥。我要让他尝尝失去亲人的滋味，把他给我带走。是。郑少君现在的两个命门都在我们手里，我们还是趁早动手吧。大哥可是满城在找我们，拖久了可就麻烦了。不，不麻烦。春子，你知道猎鹰捕蛇的故事吗？猎鹰和蛇搏斗的时候，它不会一击毙命，它会像做游戏一样反复的啄食，然后撕扯，直到它的猎物精疲力尽，完全失去了抵抗，它才会发动最后一击。才能出去。那边，那边。
伯父，伯父，杜鹃，你也被抓进来了。这一切都是武兄真的设计安排的，目的就想要我们来要挟他。我早该想到，武兄为了报仇，欺瞒了五人，私通黑帮。你等等，我去找钥匙。别管我，你先走。不，要走一起走。醒醒！犯人跑了，赶紧给我捉！别蹦跶，对我来！我要是想动手，你们两个早就死了。不过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如果再发现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在这儿，带走。走。外边站半天了，困死了。这刚几点呢？再说又没别人来，外面还有咱自家兄弟呢，还日本人巡逻呢。别打扰我，让我再睡会。没事没事，反正到点了，你不去是你的事儿，我睡了。刚来过，怎么又来了？快！悠悠，怎么这么凶？等会儿嘛，出大事了！怎么样？没有，没有。我这样的，你们确定每个角落都找过了？会不会老爷和杜姑娘根本就没在这儿？谁是丁力？说，谁是丁林？我一块呢。丁林晚上去找马三爷了。对，出去了。难怪没人。那你们押的人呢？押的人？不知道啊。对，没押过人。带路。在哪儿？说，不说我毙了你！说，
少勋哥，我跟你一起进去。没时间了，你在上面。如果有人来的话，你替我拦住他们。我一个人行动起来，速度会更快一些。是什么人啊？这些呀，都是我们青龙帮替你们五人大佐关押的，都是些行凶作乱的要犯。这些人可以行凶作乱吗？啊，这些都是五人大佐特地交代的，抓来的都是一些教授和老师。可是，咱这时间也不够了呀。那我进去看看。哎，不行，不能进去，万一我们进去了，日军巡逻队来了，我们一个都做不了。这是新抓来的。把门打开。哎呦，这可不行。此人十分重要，上头吩咐我们任何人都不能见。对，而且我跟我兄弟上次因为这事儿差点吃了大亏。钥匙，钥匙，一定要保管。太君放心，钥匙在这儿呢。哎，是是是是，太君，我带你往前走。太君请。千万不能有事，你要是出事情的话，我也没法活了。哎，走，太君，钥匙你们保管得很好。就你一个人，杜鹃姐跟郑伯父呢？别问那么多了，这是一个圈套。地灵怎么带了这么多人回来？哪儿放的枪？听枪声是猴子的。
应该是有人来了，他在替我们拖延时间。兄弟，咱们现在也出不去啊。这儿的地势太差，如果都窝在这儿的话，早晚都得死。我去跟人应该。不行，这样太危险了。少爷，还是我去吧。五雄的目标是我，你们找机会冲去。这样。小心。不能这样躲着，得去帮帮少俊克。危险，不要命了？也不知道猴子那边怎么样了，他还有伤，撑不了多久的。铃木武雄，郑少君，很好。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对方的位置，这样可以节省很多不必要浪费的时间。在杀了你之前，我得先跟你掰扯掰扯。祸不及家人，咱俩的私人恩怨和我爹还有杜鹃没有任何关系，你把他们放了。祸不及家人，这话你也好意思说出口？那我哥的死怎么算呢？谁把他杀了，他就必须死吗？还有他的家人，我要让你尝尝失去亲人的滋味。杀死你哥哥的人不是我，是你们的天皇和你们的帝国。从你们踏上这片土地起，你们的命运就注定是死亡和失败。别那么多废话了，我就让你死个明白。你爹和杜鹃，一个在济慈医院，一个在内田道馆，你就算救也只能救一个。你拖的时间越长，你亲人活的几率就越少。那就让我们开始吧。Thank you.
少爷，兄弟，兄弟，少爷，少军哥，少军哥，兄弟，少军哥，兄弟，少爷，兄弟，兄弟，少爷，兄弟。那天道馆略近一些，你和铁路去，我们去济慈医院。走走。停！就他妈一个人，老子不稀罕。去堂口看一看。没事是。少军哥他们怎么还不出来呢？天很快就要亮了，我的五行就要回来了。到那个时候，一切都会结束的。你别得意得太早。郑少军是我见过最出色的军人，谁胜谁负还不一定呢。郑先生的本领，我一点都不怀疑，所以五雄才会对他这么感兴趣。他们兄弟三个人一个个都争强好胜，越是厉害的对手他们就越兴奋。可是武雄和他的哥哥们不一样，他是最善良的一个。他的手上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，这样的人不配称之为善良。那是你不了解他。板横征四郎几次想要调他去王牌军团，都被他拒绝了。如果不是为了保护他的哥哥们，他不会去参军，他会和我一起留在日本的。那就劝他离开吧，趁你们还有机会活着出去的时候。他已经答应了我，这件事情结束以后，我们就一起回日本。其实我和你一样，一点也不喜欢战争。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和心爱的人在一个没有人打扰的地方厮守到老。我和你不一样。难道你不是这么想的吗？我会和我心爱的人在一起，把你们从我们的家园里赶出去，这才是我最大的梦想。到底是怎么了？怎么会炸成这个样子啊？少军哥，你撑住了，千万不能睡啊！龙，开快一点。
你怎么还不回来？我早就告诉过你，少卿是不会输的。 答应过武雄，如果4点钟他还不回来，我就先杀了你，然后再去找他。无论如何，也算是为二哥报仇了。你的武雄不回来了。 三弟，平时不听军令，擅离职守也就罢了。可是你们不敢来这里，这里都是为了帝国的天照计划。从整个华北调来的军备储藏，我大日本帝国的战略大计，我2个月的全部心血，都被你们毁于一旦。 大哥，我们真的不知道。住口！你们竟然为了愚蠢的复仇计划，把帝国的天照计划给耽误了。纯子。 必须有人承担。混蛋！今天的事情，谁要是胆敢走漏半点风声！ 格杀勿论。嘿，纯子。
纯子，纯子，我是无休，我是无休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！我答应你，我们一起回日本好不好？我们不在中国了好不好？我们不报仇了。我在，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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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